这个地方是山东益州，什么港码头嘞？稍等一下，我查看一下。这是刚喝完的鱼串，小鱼串。啊，上面好多鱼，有黄花鱼，还有那个带鱼。这个码头好多人，全都是卖海货的。现在已经那个休渔期已经那个过到期了哈，已经开海了。过来看这刀鱼。4块钱一斤。哦，这么便宜吗？看这一堆全都是刀鱼啊，4块钱一斤，真便宜啊！就是个头稍微小一点。新不新鲜？看着怎么都那个一层白皮都没大有。确实个头不是很大啊，稍微小点，但是这个价格确实低啊，4块钱。哎呦，这么大！这个怎么卖的，老板？这个是，这是，这有什么鱼来着？狗鱼。狗鱼哈，啊，都是这样活的。哎，个头真大啊！好。刚刚从这个小船上捞上，拿上来的。再往里面走走看看，这里边是卖这些海鲜的。哎，这个刀鱼好一点。太狠了！你们挑的一都没有，七块吗？这挑好的么不着？啊，7块呢？4块钱一斤，这种好一点，稍微大一点。我挑这，我挑这。挑吧。这是什么字啊？你们挑，赶紧挑你来挑一面。来。啊，这海里好几艘渔船，可能是个已经那个回来了啊，也有的刚往外出。啊，远处好几个小渔船过来了，这一堆是垃圾鱼，什么鱼都有。哎呀，这味儿，这应该不是很新鲜了。这个渔港码头上的人太多了，看，这个码头很大。太平上哪去了？这一车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海蜇头啊！看一下大家。啊，真带劲！这鲜的，这个咱不能买，买了咱没法吃。80了，这个老板不让拔，不让动。一块五，现在涨到了81块，这个你多了。啊、嗯，是吧？啊，你这样卖鲜的时候多新鲜？什么？哪个？啊，8块吗？8块。还有8块小份。哎、嗯，这样吃，这买了怎么吃？买了？放回去放。啊，还得压一压。放位的。啊，得压一压哈。嗯。这是鲜海蜇，刚从海里捞出来的海蜇。啊，这一大车都是，得上千斤。好大呀！准备开车，太狠了啊！咱那个小黄花吧，一开始呢是1.5块，现在涨到了5块。咱这个小带鱼吧，是2块钱，现在涨到了4块。这人比海鲜多，咱也没办法。但是这个海鲜呢，它没涨啊！看着，这是个大海蜇。大海蜇，抱抱不动。好，看看啊。哎，快抓紧吧，就走了，完了，别别赔，这都没有了。看看大海子啊，咱来到码头了，你不要光盯着黄花鱼跟带鱼，这种海蜇呢也是非常好的啊，又便宜又好吃，它呢清肠胃。我抱不动。哎，好，中间没断啊。哎，不是。哎，这好几这一堆一堆的，全都是小大鱼。啊，这种鱼都没法吃，太垃圾了，垃圾鱼。这个可能是不知道最后干了什么用。哎，这位大姐从里边挑出一些小黄花鱼来。这一堆都是小大鱼啊，它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从船里边捞上来，全都卸下来，下船之后吧，它呢重新那个分拣，从里边拣出那个分类，黄花鱼放在一块，带鱼放在一块。啊，各种鱼都分类，这样再卖。啊，对面那一片全都是啊，那边更多，过去看看啊。我买的这个刀鱼是4块钱一斤的啊，买了三斤多啊，买的黄花鱼，黄花鱼是2块钱一斤。这个一共花了15块钱，是两大包哈、啊，很便宜啊。啊，那个黄花鱼几块？
两块钱。那你干什么的？黄花鱼是两块钱一斤啊。看这黄花鱼怎么样？还好哈，就是稍微个头，个头稍微小一点。哎呀，那差远了，瞧我这。这个刀鱼是四块钱，四块钱一斤。哪一些东西？俺这不是错了。俺这活吧还不光是那了，你这哎呀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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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买了三斤。来，都给我三斤。来，你那里有？活的狗鱼。好，都跑出来了啊！刚从海里捞出来的。别的不搞不着啊，这一堆是黄花鱼，都是小黄花鱼啊。这怎么这么小啊？这个码头太热闹了啊，人山人海，这个鱼太多了，人也太买来买鱼的人也很多。狗鱼吧，我不太喜欢吃这种鱼，因为它里边刺特别多，你剁碎之后吧，里边净刺，所以我就不太喜欢吃这种鱼。这一箱全都是那个海蜇，啊，我在后边。现在到了这个码头的最南端了，这是一这个地方，很多人在这玩儿，看看大海啊，看看宜昌的大海。今天有风啊，风很大，浪也很大，波澜壮阔的大海。这是个灯塔，我就是从最北边那个地方过来的，正好走转了一圈，都啊过来了，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个海的尽头，这个美女在这拍照。好，欣赏一下大海的风景，这个视频就拍完了啊，再见。